以下落嚟嘅一首歌曲系叫做《百万军中藏阿斗》，故事嘅内容取材自《三国演义》嘅第41回，刘玄德窥问杜江，赵子龙单骑救主。而家系要请出李铁军曲艺学院嘅两位同学李远兴同黄美玲，唱出呢一首《百万军中藏阿斗》。遗问道，后卫前锋是鞍赵子龙，阿爷。
落两难逢。天朝楼，天朝楼错更胜翠冬。暂以半风声何泪，叩阵女细细手杀中。
信风雨黑夜见霓虹，哗啦啦催马波前将目中，山波来天啊倒，眼是上山赵之龙，梅夫人夸赞：“哎呀，来者可是赵将军？正啊是赵将军，你来得正好。哎呀，朱蒙星来。”Thank you.
山中密土诸神同牛啊送战枪防进攻，声喧噪阵阵，叫声犹似的军势啊动。
父子成全啊，侯正明崇啊。正骨一尽为臣之道，就是这个主意。